你说你，你也不看着点地方大，你这伤你让我明天怎么跟他解释啊？哎呀，你现在涂也没有用啊，他照样明天会看见的。矫情。哎呀，是啊。如果小鬼明天看到你这样，肯定说我欺负你。嗯，这样，你知道我的。 我很公平，来，坐回去。我没打过人，我不会。叫你打你就打，磨蹭什么？我真不会。你站起来。速战速决啊！嗯。 哇！没事吧？嗯嗯，跟你说了我不会打架。来，擦点药吧。我不像你那样，擦药啊？不要，是不是让我帮你擦？啊，快点。 男人也别这么娇气啊！好，来，哎，擦药，我感冒了，怕传染给你，走吧。为什么突然感冒？ 昨天不小心磕到了，磕到哪里啊？磕到床头柜那个角那里，走吧。还有别的地方受伤吗？没有，就这儿。他呢？谁呀？桑野。 冷静一点，小兰吗？好的，先生，你稍等。走，出来，出来！干嘛呀？出来！哎呀，这是餐厅啊，干嘛呢？为什么要打他？我为什么不能打他？我昨天要是在的话，我就报警了，我到时候就让警察来抓你啊！你报啊，你现在就有种你就报啊！ 没事了，没事儿，去上厕所了。我说的，我是不是你惯的？这大小姐脾气比原来还狠。我告诉你，等会儿别拦着我，我今天必须得治她。我肯定得拦着。你说你跟那小姑娘计较什么？我呢？兄弟，你看看什么时候有空？有空干嘛？ 再揍我一顿。说实话，刚刚被自己女朋友这么护着，我还挺感动的。